刚要唱，他来了。我看那刘什么清啊，刘克清说他唱最后上去了。no， 他没唱高音，就是最后那个字儿，肯定都是合唱团。那是降 A， 我跟你讲的嘛。哦，他是降 A 啊，不容易。海看海看看今朝，我说今朝他们今朝夜，你都说了今朝，而且那个说最后很多人高音在唱。我听了谁唱的？我听那个孙俪唱的，这歌孙俪唱的。你说女生唱的？那我男的。男的。男中音能唱的说哇。孙俪不是，他不是唱高音，他没唱高音。唱都没。唱的就是降 B 调唱的啊。调上有是调上有是 A。你要哦降哦，你要唱有降。那是 A 还是降不是降 A？ 就是降半个音，降半个音，唱。哦，廖尚勇那个在有一次在舞台上唱过，很好。下次我再用 A 再唱一遍。